徐允宁去年闪婚邱泽，俊男美女的组合收获各界祝福。两人婚后鲜少曝光合照，却不吝啬透露彼此互动或是看法。邱泽先前曾透露婚姻生活很幸福，还在采访中强调徐允宁没有缺点，甜蜜的话语闪瞎众人。日前徐允宁难得更新近况，在 IG 发出一张自拍照，惬意的向粉丝们打招呼。照片中他扎起马尾，身上穿着简约休闲的白色小可爱。从背景推敲，他应该是在家中，对着镜头随意摆出姿势，电力十足的眼神非常撩人。网友们纷纷留言赞赏，他根本就是仙女本人，随便拍都像是在拍广告一样。邱泽真的好幸福哦。